3月6日，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官微甩出近百位明星为新型冠状肺炎捐赠救护车的名单。有网友发现，倪妮和井柏然的名字都出现在了名单上。基金会晒出的照片中，其中一辆救护车上写着 JNN， 疑似联名捐赠。众多明星都为疫情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正能量艺人点赞。明明的那道光。